平安。阿门。我们把圣经打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从23节读到第26节，23节读到26节，找到咱们开始朗读这段经文，页数为239页，新约圣经239页，23节读到第26节，一、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以他闭目，为今天晚上所查考的圣经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阿门。感谢你保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查考你的话。阿门。我们今天聚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赞美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什么也不能做。阿们。离开你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阿们。因为你是真葡萄树。阿们。我父是栽培的人。阿们。我们都是你身上的枝子。阿们。我们都是你的肢体。阿们。今天你必要看顾我们。阿们。必要引导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从天上来的教导。阿们。从天上来的智慧。阿们。从天上来的恩惠。阿们。主，你必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临到我们。阿们。使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都存记在心中。阿们。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临到我们。阿们。也使我们的成为教导别人的人。阿们。使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阿们。使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善于教导别人的人。阿们。叫我们羡慕圣功。就求你将属天的能力和权柄都赐给我们。阿们。使我们在这弯曲邪恶悖谬时代如同明光照耀。阿们。把你的真道在这个世代中间显明出来。阿们。因为你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间如同明光照耀。阿们。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引导我们。阿们。按照你的应许来带领我们。阿们。使教会成为金灯台。使教会成为基督居住的所在。阿们。基督必在教会中间居首位掌王权。阿们。圣灵必在教会中间充满。阿们。求你大大地充满我们。阿们。充满台上和台下的。阿们。使讲的和听的被一灵所感动。阿们。求你来保守今天晚上这一点时间，除去魔鬼对你自己每一个儿女的攻击。阿们。在我们中间亲自向你自己的众儿女说话。阿们。你亲自做开启的工作。阿们。亲自做引导的工作。阿们。你的灵必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阿们。你使你自己的儿女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得到无限的高。就求你充满你自己的会体，大大的感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使我们听见道都大大的存记在心中，将你的道并且能够显在这世代中间。应允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的恩典。我讲到第10，善于教导人，善于教导人。讲到第10了，善于教导人啊。不可争竞的，善于教导人。争竞是什么啊？什么叫争竞啊？争竞是什么意思？竞是什么意思啊？竞啊，竞是什么意思呢？哪个竞？竞赛。竞赛的竞，是不是？竞争的竞，是不是？
世人，世人怎么说啊？世人叫这两个字叫什么？竞争，我们叫争竞，我们正好就调过来，是不是啊？世人叫法律，我们叫什么？立法。立法。圣经和他们不一样的，就是说很多的词汇呀、啊，咱们叫律法，他们叫什么？法律。他们叫法律，咱们叫律法。他们叫竞争，我们叫什么？争竞。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赛，看谁抢个头，是不是啊？咱俩争起来了，争起来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抢头，是不是啊？就是什么？为一点小事儿，我总想占个先儿，并不是为真道，这叫争竞。为言辞，是不是啊？为言辞啊，愿意用什么？争竞。是不是啊？竞争争竞，为什么呢？为言语，对吧？计较一些小事儿，其实争竞就是计较。为一点小事我也得抢，我也得说出去。其实这里带有什么呢？逞能，是不是啊？抢先儿。是不是、啊、有逞能的意思？还有什么呢？抢先的意思，我抢个先，是不是、啊、为了一点小事他想抢先的意思，这叫争竞，是不是、啊、一种无知的辩论就会产生一种争竞。在教会中间很多人就说无知的辩论，辩论来辩论去，就产生这种结果，就变成争竞了，就得你，我非得把你干倒，我把你干倒，我赢了，是不是啊？其实都是为什么？为言语，为言辞，争辩言辞，是不是啊？争辩就为言辞争辩，不是为真理的。你要为真理，真能争辩，好不好？啊，这里面说善于教导人，不可什么？不可争辩。教导人是今天我们做仆人的。上帝所给我们的赋予我们的什么使命，是不是啊？是。如果我们不善于教导，没有口才，那么今天你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哪来的？信道，基督来的，是不是啊？没有奉差遣的怎么会有传道的呢？没有传道的弟兄姊妹怎能明白救恩呢？那么今天争竞和教导人会不会是一样的？会。争竞和教导人，你把它区分开来。争竞是贬义，不是褒义，是不是啊？那么教导人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就必须有教导人这样的职分。所以仆人，他最关键的地方是教导人的。你比如说，执事教不教导人？啊，执事教不教不教导，牧师教不教导？教导。啊，对，都是教导人的，是吧？这里面监督是不是教导？是教导。保罗说我们是做主的仆人，是不是教导人的？是。保罗是教导，彼得是不是教导的？是教导。这些是教导人的，教导人必须得有教导这样的恩赐，是不是啊？是。有这样的口才，有这样智慧，才可以教导人。这口才智慧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然而不可争竞，如果是争竞，那就不是教导。我非得把这件事争个输赢不可，把对方给他争的叫他无话可说了，是不是？为吃饭，为睡觉，为穿衣，为戴帽，在生活中间这些小事就产生了一种争辩，引起了一种争竞，甚至有的人脖子争得很粗的，脸争红了，有没有用？没有，没有用。上帝不喜欢这样的争竞。好，那么这里面说什么？我们看第二十三节，唯有那愚拙无知、无学问的辩论，什么样的辩论是无学问的呢？
我们可以查几段经文，什么样的是无学问的辩论呢？辩论和辩论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一种无学问的辩论要杜绝，这是真正的仆人。这种争竞就是由无学问的辩论所引起的，对不对？见面就争，你看那争惯了的人见面就争。无学问辩论，什么属于无学问的辩论呢？我们先看提多书，是吧？你往后远避，无学问的辩论。远避无学问的辩论，我们先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九节，找到吗？找到。我们看什么叫无学问的辩论。假如今天我们就因为家谱的缘故，我们俩就争起来了，这叫什么？无学问的辩论。要远避什么呢？无学问的辩论。就约谁生谁，谁生谁，天天就为这个谁生谁就辩论起来。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为律法的事儿就辩论起来，咱们要守律法，咱们一定要守律法，是不是？就为这事儿辩起来。他说我要守那条，他说我要守那条，有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都是无意的。你看这里面说第九节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什么？空谈。空谈。我现在就天天就讲家谱，你能不能明白旧恩？不能。我现在就讲旧约的律法，你说你能不能明白旧恩？不能。你不能的，不要为这件事情而辩论。你要为什么辩论呢？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那么这里说为真道争辩可以啊，为什么争辩？为真道争辩。为真道，等一会儿咱们单独讲这个，讲这个为真道争辩啊，为真道争辩，仆人是为真道争辩的，不为言辞而争辩，是不是啊？为言辞争辩就会导致争竞的，就会无知，导致无知的辩论的。我们看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就谈生活的事情，谈来谈去谈崩了。谈来谈去谈吵起来，这个辩呢就是争竞，就是吵起来，他俩就吵起来，就像吵架似的，吵来吵去就变成打架的方式了，越吵是越生，越生是越吵，见面就吵，这种的辩论叫什么呢？无知的辩论。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啊，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家谱是不是空谈？是，是空谈的，以及纷争，起了纷争了，是不是？仨一伙俩人串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分配结党了。为了无知的辩论，可以导致弟兄姊妹可以分配结党的。往下看，必因律法而起的争竞，而因着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疑的，是不是？虚妄无疑的，是不是？这都是虚妄无疑的，什么意思？有没有好处？没有。虚的，是不是？是。这都是虚妄无疑的，虚的，是不是？这里边是虚的，无疑哈，无疑是什么？是不是啊？这就是说，这都是虚妄无意的。什么意思？虚妄无意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基础。没有基础，虚妄的。妄是妄，妄图，虚是没有的，空的，无意的是没有好处的，是不是啊？是。当教会中间一旦在这中间争辩的是虚妄无意的。再往下看啊，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什么？
翻班接党的人，到教会你不守律法，你不守律法而攻击你，因为律法而起争竞的，是吧？有些人不守律法，有些人守律法，那些守律法的就开始为律法而争辩了，不是为真道争辩，是为律法争辩。咱们现在要为什么争辩？真道。要为真道争辩，不要为什么争辩？不为律法。什么叫为真？不要为律法，虚妄无益的。为律法争辩就是虚妄无益的。对。为家谱就是虚妄无益的，是不是啊？是。当你为律法去争辩，你站在哪头？你站在哪头？为律法争辩啊？那你告诉我，为真道争辩的人站在哪头？站在真道一头。为律法争辩站在哪头？站在律法那头。你不守不行，你现在守律法，天天就为这争竞，就会产生什么分门，还有什么结党，结党就会产生出这种现象，分门结党的。谁不照他做的，他马上跟别人分开了，就结党，仨一伙俩球，小马队跟他走啊，咱们就走，他就开始就拉人了，就开始产生了一种什么分门结党的。这就是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怎么样？就弃绝他。这里边谈的犯了罪的人，分门结党的人是不是犯罪的人？是。教会中间本身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他去分门结党去了，拉拢许多人跟踪他，这些人需要远避他，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怎么样？弃绝他，不要跟这些人跑，好不好？好。假如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跑，好不好？好。你得会自己会分辨。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警戒他，是不是？是。警告他，劝诫他，不听的就把他怎样？弃绝他。这样人就弃绝他，他们没明白救恩，所以在教会中间，他就拿这些虚妄无益的东西来进行争辩言辞。这样的人不要跟他们同伙，好不好？好。感谢主的恩典，这里边说，远避无知的辩论，是不是？远避无知的辩论。物质界的事情都可以，我昨天讲了，都是相对的，不要为相对的东西较真，好不好？好。要为绝对的较真，不要为相对的较真，不要为临时的较真，要为永恒的较真，好不好？好。所以咱们要把为真道争辩和争辩言辞争竞这些两件事要把它分开，好不好？好，咱们看一段经文，看一段经文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往下看。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七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这样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性情是这样。我争辩言辞在肉体里，为肉体为家谱这些，我属肉体的是属灵的，我天天就为言辞争辩，就为律法争辩，又为旧约那些家谱争辩。你说我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属肉体的，一定是属肉体的，一定是属肉体的，肯定不属灵的，是不是？那今天我不为真道争辩，我净争辩了地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的，这些为吃什么，为吃的穿的用的，为旧约的律法，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又能怎么样？最后把那个主要人物耶稣基督引出来了，其他那些人物都不重要，那都是影子了，对不 对？耶稣来没来？来了。耶稣降没降世为人？降了。已经为我们做成救恩，升到天上的，我们又去辩论那些旧约的家谱，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有的人就得扣那家谱啊。我听说有一个人就在山东齐河那边，有一个人讲家谱讲了好几个月，就讲家谱。那把你讲死，你信不信？讲好几个月呀、啊，你就一个人听家谱，你说你一点救恩都听不见，就讲家谱，谁生谁，谁生谁，眼睛闭在那讲谁生谁。猫肯定生猫，狗肯定生狗，是不是？耶稣基督从天上生，从神生的，把耶稣基督显出来了，其他人那都是虚妄无益的，你信不信呢？信。
你讲谁都不如讲耶稣好，因为耶稣把他演出来，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不是？是大卫的子孙是谁呢？犹大支派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做救主的，这件事是最好的。你演别的都没有用，把旧约人那个家谱背的滚瓜乱熟的，这生的时候多少斤他都计算，是不是？有没有用啊？没有。真的不说出耶稣基督做成救恩这件事，把真道讲明白，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啊？净跑那旧约讲，只要不守律法，中还有人，昨天晚上还有人攻击我们呢，就因为律法的，今天中午还有人攻击我们呢，就攻击啊，就为律法而争竞，是不是啊？为律法而争辩。好，咱们看这一节经文，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啊，什么意思？持守真道的持啊。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是吧？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的。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保罗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人为什么辩论呢？为割礼，为肉体上事辩论，为律法辩论，为家谱辩论。所以在这里就提到的，他们这群人是专门是争辩言辞的一群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做监督的既是神的管家，监督好不好？这职分大不大？大。既是神的管家，是不是管家？是，必须无可指责呀。无可指责，就是找不着毛病的。什么样人无可指责呢？在基督里。基督里的人是无可指责的。什么样人是挑不出毛病呢？基督是别人谁？耶稣说：“你们谁能指出我有罪呢？”是不是？是。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人是没有我的人，才有这样，这完全是基督的性情啊。这都不是人的性情。那么说监督必须是全群的榜样。咱们讲到彼得前书那说，你们要不是辖制所托付，乃是做全群的什么榜样，做全群的榜样。这要求监督要求的高不高？要求仆人要求的高不高？高。榜样，是不是啊？做全群的榜样，做全体榜样，监督或者职分，或者是执事，或者是牧师或长老，或教会中间那些个做先知讲道的，这都属于教会中间说主的仆人，是不是啊？监督也是仆人，教导也是仆人，牧师也是仆人，这些仆人都是榜样。那么榜样就得先与主联合。刚才这个性情是主的性情，是人没有这种性情。你看这里面说无可指责，是不是主的性情？是，主才无可指责的，是不是？是。那我今天做监督的，我若不先与主联合，那我就无可指责的。先提到监督的问题，是要叫监督先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不在亚当里建造，在生命中间建造，不在肉体中间建造，就是全群的榜样，是他先联合，谁先联合？那个监督或者执事或者长老或者牧师，他先联合，基督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了，他就成为全群的什么榜样。听明白？听明白。要求监督，要求执事，要求这些，要求的太高了，是不是？要求什么？无可指责呀，无可指责的，是不是？是。没有可挑剔的地方，没有可责备的地方。是不是啊？是。那监督那个肉体，他也有可责备的地方。正如保罗说：“我肉体里没有良善。”如果保罗不与主联合，
他也达不到那个结果。最后他达到那结果，他把这个话写出来了。监督需要什么样标准呢？无可指责的。监督什么样标准呢？不任性。监督什么样标准呢？不暴躁。任性暴躁都是肉体中间发出来的。对，先天老亚当给你留下那个肉体中间就有这种东西，就有什么呢？任性暴躁，这都是人性中间的，叛逆的人性中间这种性情。这种性情要想不暴躁，必须是不是这个人在活着，乃是那个人在活着，是不是？不是肉体在活着，乃是躯壳在活着，才不任性不暴躁。只要我去活着，就一定是任性，一定是暴躁的。那性情就是肉体的性情。说到这些不好的东西呢，都是从亚当里来的；说到你无可指责的，都是从基督来的，是不是？是。首先一个监督，就首先就应该住在哪里？基督里。基督里，先在哪里？先被建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说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首先监督，首先是被建造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最后监督出现这个果效，是基督的性情表露出来，在他身上表露出来，是不是？是。下面说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这都说肉体上的事。不因酒滋事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醉酒了，就造成一些个不必要的事，滋是滋生的意思，发生一些事情，这叫滋事。因酒滋事啊。好，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这都是肉体上的事儿。打人是肉体上的暴躁，是不是？贪不义之财是肉体中间的事情。要想达到这个果效，必须他先联合，逼着他们。你想做监督项目成功吗？想不想？想。你先跟主联合，这是涉及到得荣耀、得奖赏、得冠冕，是不是啊？当跑的路要跑，开始跑路了，不涉及到得救的问题了。你要想做监督吗？得救后的人想做监督，羡慕善功，这时候你就得先你跟主联合，是不是啊？是。主的性情先在你身上表彰出来，先显现出来，好不好？好。这没有肉体上的事儿。肉体连肉体先生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最后产生出这种结果是什么呢？不暴躁，不打人，是吧？不饮酒滋事，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呐、啊，这是基督的性情，和平的性情，是不是、啊？是。好，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啊，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什么意思？乐意接待远人，是不是？耶稣说接待小子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的差我来的，乐意接待远人。远人是哪儿的？神差来的，是不是？叫远人，说乐意接待远人呐、啊。这性情都是主的性情，是不是？是是。下面再看。好善，是不是、啊？心里头向着善的，好善，庄重，是不是、啊？公平、圣洁，这都是新人才能活出来的样子，是不是、啊？新人的样子。若有人在基督里，后来就说，他就是新造的人。下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新造人才能活出这种样子。这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是先决条件是在哪里？在基督里。是不是、啊？在基督里，他就新造人。那些旧的事情，饮酒滋事啊，还有什么暴躁啊，还有什么呢？任性啊，都不是。在基督里的都在哪里？肉体里的，是不是？住在肉体里边的人就有那些事，就旧事；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新的了。说这些事情都是新人，在基督里边新造的事，就是新造的人才能有这种性情，才能表露出这种
神的性情，是不是啊？是。先决条件在基督里，他在不在基督里？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就有这种性情，这是基督的性情，是不是啊？嗯。他要在亚当里，他是哪种性情？暴躁、阴、任性，是不是啊？阴酒滋事，愿意打人，愿意骂人，这从哪里来的？亚当。亚当里来的。那么和和平平的，这里面说和平、庄重，从哪来的？基督里来的。和平、庄重是从基督耶稣里来的。暴躁是不是？阴酒滋事是从哪里来的？肉体里来的。这肉体来，我想靠肉体绑，你也绑不住的。嗯，你看这话真好啊，这话好像逼着我们今天要靠肉体做这庄重。你肉体庄重，你是庄重一时的，你庄重不永远的，是不是啊？性情本身是凶暴的性情，那这个凶暴的性情不跟耶稣联合，不跟耶稣的死联合，它永远是那个凶暴的性情，是不是啊？是。当与主联合的时候，在住进基督耶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就都过去了，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新的了。这个结果是好的。先决条件在哪里？在基督里。最后结果是什么？新造的，就是哪去了？过去的，都变成什么了？新的了。哎，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学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很容易被误解。弟兄姊妹，咱们千万别因酒滋事啊，板住啊，守住啊，又变成自己板住，要靠自己的肉体绑臂，对不对？对。达不到的，那是因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主联合产生的结果，是不是啊？嗯。我要靠肉体想。板住，别暴躁，那性情怎么能改变呢？那性情怎么改？啊？别的能改，那性情怎么改？暴躁的性情你怎么改？我这次上深圳的时候，弟兄张弟兄给我领去了，领去有一个肥胖的一个人，他说什么？戒烟，戒大烟，戒毒，他们自己开了个戒毒所。他口称为100个人能戒多少个人呢？10%？10%。后来有人说他连2%都不到。这2%天天这2%这两个人还天天想烟，戒没戒成？戒没戒？他还想证明成没成？没成。你看。很多人给他捐献钱，连张弟兄都给他捐献钱，他就戒，就这个戒毒所。后来张弟兄说他根本连二都没到啊，他10%，他自己号称我这戒毒上10%的戒成功了。弟兄姊妹，啊，圣灵所结的果子不需要律法禁止，是戒出来的，还是与主同死产生的结果？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新造的人产生的结果，啊。怎么做的？救人是借着死啊，用信心跟基督同死啊，结束了救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成为新造人。是主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还是我借出来的？啊？怎么借？自己干的努力，自己努力咬着牙借，是不是？有的人戒毒的时候绑在凳子上，或绑在哪个地方？绑在树上，天天就不让他吸，就那么一口袋底下弄出来。那么今天耶稣的救恩干什么去了呢？耶稣救恩干什么去了？耶稣救恩就是脱旧的穿新的，是不是啊？是。如果我能戒的话，还用脱旧的穿新的吗？啊，这性情你怎么改变呢？人就有一种暴躁，那个老亚当的暴躁的性情，那性情怎么改呢？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暴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这习惯行恶这种性情，那就能行善了，是不是啊？是。这没有办法改呀。如果有办法改，还用死吗？和基督同死吗？啊，对不对呀？对。好，咱们看，再往下看啊。这里面有一个圣洁，是吧？公平圣洁。基督是不是公平的？是。基督是不是圣洁的？是。我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正好就是一锅都变成新，我就成公平圣洁的。是不是啊？是。好，再往下看，自持什么意思？自
是不是自缢啊？自持，持守的持是吧？嗯，是。守什么？自持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自己扫，我看看。持守是不是啊？嗯，是。自持又是什么意思？个人持守自己的，是不是啊？这叫自持。如果是不是个人守自己的，不叫自持。自守什么？怎么的？啊，自守什么？自守所传给你的真道，是不是啊？是。下面再看啊，下面说，坚守一个自持，下面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坚守。这里面又提到个坚守，又自守，个人守住自己的，是不是？嗯。下面又坚守是什么意思呢？所传什么呢？真实的道理，坚守啊，坚固的守，守什么？所传真实的道理。首先呢，别人先不说，下面听到的弟兄姊妹先不说，那个执事或者是教会的监督，是不是？要不要守？他们都守不住，那你说怎么教导别人呢？所教导是不是啊？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啊。咱们今天讲的是不是真实的道理？是。要不要坚守？要。要坚守，要坚守真实的道理，是不是啊？好，再看啊，再往下看，真实的道理。往下看，说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你都不守道，你说你劝谁呢？啊？别人一问你都不敢肯定的，你说你教训谁吗？你是艺人吗？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这教导人的都不敢承认，你是猿猴变的吗？不是。啊，你是猴吗？不是。这不敢肯定，这不敢肯定。你得救了吗？得救了。那谁敢肯定呢？我有的人就站在前面说，我这做牧师的我都不敢肯定我得没得救，你还敢肯定？啊？守没守？没有。守没守？坚没坚守啊？没有。你说这人能劝化人吗？不能。这里面下面你坚守所传的什么真实的道理，才能够什么劝化人？这人都不守，是不是？嗯。这是第二点，远避无。第一点是远避无知的什么？对。第二点是什么？坚守什么？真的。坚守所传真实的道理。真实的，又真又实的什么？这是一个真正善于教导人、不可争竞的仆人。那就是什么仆人？忠心又坚守，坚守所传真实的道理，是不是啊？这时候他才有资格，才能什么？善于去干什么去呢？第三点，善于怎么样？劝化人，是不是啊？你看，这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能将什么呢？纯正的。纯正的什么？教训，是不是？来劝化人，这样一个执事，这样一个主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能将纯正的先自己守住了，然后好劝化别人，
你自己先站住了，然后你才扶别人。你自己先学会游泳，你才能救落水的人。你自己都不会游泳，连漏斗泡都不会，进去了光自己来那轱辘泡里去了，还想去抓人，没能抓人，自己先淹死了。有没有这样人？有。自己不会，你自己要想救人，我并且我自己还能活着，掉进水里我还能活着，我必须先怎样？谁会游水？我必自己先会游水，对不对？我会游泳，什么泳你说吧，啊，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我什么都会，是不是？等掉进水里头，我不但自己能游，我一个手拉着一个人，我这个一个手还能游，把人还能带出水，这个好不好？好。我自己都没守住，在我们那就有这么一个牧师在前面说。弟兄姊妹，我都不敢承认我得没得救，你们还敢承认吗？你说下个弟兄姊妹来在啥歌上听？啥不啥歌呀？啥歌的在那听啊？讲的不错呢，讲的好，讲的不错，完不完了？完了，这一群糊涂，台上台下都是糊涂。自己没守住，来自己来前面说一句不肯定的话，不是救恩的话，不是绝对的真理。下面跟他起哄，好，牧师讲的好，这牧师棒，讲的好。那老太太，那近视眼老太太，好吗？那咱们就给刮一刮一两下子吧，就刮一下，就在下面就鼓掌，是不是？完不完了？完了，这群人都完了。一个瞎，一群瞎子，盲人骑瞎马，是不是？嗯。都掉进坑里去了。这救恩敢不敢肯定？敢肯定。你再站在前面，你要不敢肯定，不能赤手所传真实的道理，是不是？真实道理你不敢肯定，得救了就得救了，问得救了还能不能灭亡呢？能。为什么能？那你还犯罪呢？罪能啊？能不能啊？不能。下个弟兄姊妹，我说能不能？谁敢说那谁能？你要敢说你能，你就是自高自大，是不是啊？下个弟兄姊妹，这问能不能啊？下面能，都跟着一起能，是吧？那能是建立在上半那个人那个基础上，上半那个人说得救了还能灭亡，他就下面说是得救了还能灭亡呢，那谢什么耶稣呢？啊，得到恩典了吗？没有，没得到。得救了吗？没有。得荣耀吗？没有，没有。上一边待下去，一辈子都不会得荣耀。就这种人呢，在教会中间一辈子都不会好，他是礁石，是不是？礁石是把那船那底子给撞漏的那个礁石，是不是？隐藏在海底上看不见，船走过去了，一下把船撞漏了，所有船上的人全部都得淹死，你信不信呢？是，你这都完了，那礁石啊，竟有这种人呢。就在教会中间在干什么呢？放毒，是不是啊？是不是放毒？他自己要没守住去教导别人去，所以他那个救恩真理是什么？是而又非的，是不是啊？一会说是，一会说非，一会说是，一会说但是。你看这样的有共同的特点，凡是持守不住真理的人，先说是后说但是，用但是来否定是，是不是啊？是，来回否定，是弟兄姊妹不错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完了，这一个但是弟兄姊妹，但是啥？这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了啊，因信称义了，但是弟兄姊妹刚因信称义，哎呀，因信称真好，但是，但是什么？但是。犯罪了还要失去救恩，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心里一下正热呢，一下泼一瓢凉水，我擦一下泼在心里头，一下就他妈冷下来了，还有没有希望了？
他都没守住，能劝化别人吗？你劝化谁，谁就得受迷惑，是不是？他那不叫劝化。上一个有病的人，你说在哪犯罪得罪神了？给我醒茶。你看，这也是劝人，是不是？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有病是自然的，是不是？基督徒还得死呢。只要你信耶稣，肉体都是无疑的，叫人活的是灵，是不是？你得这么劝化，这就劝化人。咱们都要离开这个肉体、肉身，是不是？是。将来有一天都得离开这肉身，对不对？对。这么劝化他就知道，哦，肉身有病和属灵的生命没关系，是不是？是。世人遭遇的都是一样的事，信的和不信遭遇一样的事，你不能说你犯罪得罪神了，你等着吧，你的报应就来到了，是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干什么？伤口上再撒了一把什么盐？他一辈子不会好，你信不信呢？他怎么样和这救恩没有关系？这救恩是上帝给的，是不是？赐的、赏的，和他自己没有关系。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这永生为什么不能失落？就是神所赐的永生，不是我赚的。敢不敢承认这真理？敢。敢不敢？敢。别人一嘴一歪，你能不能跟歪？不歪。不歪。那歪嘴传道人呐，他那嘴先天是歪，你不能学啊。你学那玩意儿，学一学就会呀、啊。听明白吗？听明白。那结巴人，你不信你学学试试看，越阴天的时候你越学，一会儿你就学会结巴，是不是？那结巴人好长时间说一句话，你别跟着学，好不好？好。啊，那结巴人，我叫，哎就怎么的了？你不能跟着学，你一学你也就救了。不信别人嘴歪，你就去天天学歪嘴，你不信你就两天半你的嘴就歪了。别人学你就跟着学，你就跟着一起学，你两天半你就立不平了，是不是？你不信你试试看，不能学呀。那歪嘴传道人他讲错道的，你不能跟他学，是不是？他错道你就得有分辨，弟兄姊妹就有分辨。他自己都守不住道，他在教训你，你听不听？不听，你不听。真正的主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远避无知的行，无知的辩论，坚守所传真实的道理，又能将什么呢？纯正的教训来什么？劝化人的。这真正劝化人是纯正的道理来才能劝化人的，是不是啊？是。不是纯正的劝化不了人。我想点办法，我到那，我给他什么呢？到那地方，我找这个病人。那病人不是时常不来了，你时常再不来，你再不来就会有大祸患了，是不是？就用这种吓唬弟兄姊妹，是不是？他去了他是怎么去的？被你吓唬去的，是吧？他会说真有祸患吗？是的，你不总聚会就有祸患了，你不总聚会那灾殃就会来到了。我叫你不聚会，你吓唬就完了。他跟他下了，你跟他一弄，他腿也折折，手也折折，是吗？哎，我说不就会下了过过门就来到了，是不是？这是劝化人吗？我们是。你告诉他，咱们到教会里得生命啊，咱们已经得了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啊。他被主的爱激励的，他去的和被你吓唬去的结果一不一样？不一样。被吓唬去，勉强去到那地方了，他干什么去了？那是个教会。反正我来了。我到教会来，是不是？到教会来干什么来了？过宗教生活了，是不是？还有那牧师，礼拜天今天必须来啊！礼拜天不来，我告诉你，咒诅就被临到你们了，是不是？因为这是主的安息日，你不守吗？因为就这么讲的，弟兄姊妹吓得就礼拜天来，平时都不来。平时你讲好的，从天上掉一个金子块他也不来，是不是？就礼拜天那天来，圣诞节那天来，复活节那天来，还有什么节那天来呢？感恩节，是不是？丰收节都来了，来了干什么？
牧师长老说，来了就得有所献的，不要空着手到油碗店里边去要切什么。他来学店，你献了一点呢，上帝会大大的赐福你的。来干什么来了？来献点，完了后得到什么？得到祝福了，他就来献了。献完回去了，到没听着，就听到这一点，谁不献谁就受咒诅，被吓唬来的，是不是啊？是是。有没有这样人？有。有没有这样传道人？有。有没有这样的无用的仆人？有。有。最后我讲的无用仆人，你看那无用仆人多的是啊，多不多？多。那歪走传道人有的多的是啊，一讲就歪呀，从上一直歪到下面啊，他歪下面就跟着歪，是不是啊？嗯。是不是啊？那大梁不正，那二梁就一跟着就怎么样？歪呀。就歪了。这一歪歪哪去了？跟圣经连刮边都刮不着的，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好的。听没听明白？要持守所传纯真实的什么道理，就能劝化纯正，又就能将纯是吧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了。听没听明白？好，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啊。往下看第下面说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的欺哄的话，就是我刚才说虚空的。什么叫不服约束的人？哪有个人不服约束呢？在罪里就不被什么约束了，不被义约束，是不是？这是罗马说的话，是不是？不服约束，在罪里的人他一定不服约束的，在律法下的人一定不服约束的，在律法下的人肯定要守律法，但他不受律法的约束，是不是？他还犯了他就犯罪，犯了罪的时候他就不知道，给自己找个托词和借口，就这样的人叫不服约束的人。现在他教训那些话都是什么呢？虚空的，说虚空话欺哄人呐，来吧，来吧，到教会里来吧，到教会里呢，我跟你说，你参加一个节日，你的生命就长了一截，你参加一个节日，你的生命就长了一截，有这话吗？没有，没有，没有这话，是不是？来吧，今天牧师讲完道了。反正弄一个大竹竿子，上面挂一个口袋，哎对，放钱，谁放多的，谁在天国的奖赏就大了啊！谁放少的，奖赏就少。来，个个都放。圣经有这一例子吗？没有。耶稣讲到有拿大竹竿子到处他要钱吗？没有。耍猴的才这么干呢。你没看耍猴的吗？谁看耍猴的举手来？你耍猴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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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锣一响，那猴爬杆，咚咚咚咚，爬到杆上爬，是不是？当当当当当当，锣一响，个猴子翻跟头，是不是？耍猴的，耍二猴，把那个锣拿过来，叫那个黑那猴子来要钱了，那猴才能要钱呢，赚钱要钱，给钱呢，这干什么呢？这是虚口，是虚的，是真的。虚的。彼得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保罗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是不是？耶稣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以利亚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以利沙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以撒有没有这样做？没有。这到底从哪来的呢？啊，耍猴的出来了。真传道人，假传道人。假的。我先看啊。叫虚，说虚空的话欺哄人，就欺呀、啊、哄啊，欺哄人的，是不是？欺哄人的必被人欺哄，是不是？那粪歌里的更是这样啊，提到粪歌里的，就是靠肉体成全的更是如此啊。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啊，保罗在这里指这些人靠肉体成全的人，指这些说虚假话的人，
虚空话语的，说这些人的口总要给他什么堵住啊，给他堵，给他塞住。你不塞他行不行？上网上你可以看，你搜一下，回家你有网络你搜一下，你看那个灵恩派。是不是？看不看着？看见了。披头散发，到处乱跑，是不是？咕噜咕噜咕噜，左一个个，右一个咕噜。他们号称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真的假的？假的。你要不要去？不要。丁姊妹，我给你按手，我一给按头，你梆就倒地下，就被圣灵充满。按手来，上奇哥干这么一把，按手是按手吗？人眼闭上眼睛，别睁眼睛。这闭上眼睛的时候，往后一推，你自然就倒了，是不是？是不是骗人的？骗人的。你要不要去？不要了。要不要接受这种二手？不要。他身上中魔鬼，谁二手谁就身上中魔鬼。你听明白吗？明白。山东的大老远上吉林，上镇来，上找准魔娃，一下子二手魔鬼上身了，最后回来就神经病了。我不管了，你不要去好不好？好。今天我跟你讲这道，这是圣经里的话，这就这么教导的。有许多人就干这行的，是不是？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他不听，就听些虚妄的话。这群人也就借着拿着这个虚妄的话，就跟那跳大神，东北那跳大神的，交北的星邪术那些巫婆一模一样的，就干这什么欺哄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是要得真道，魔鬼知道我们要得真道，就用这种方法来欺哄弟兄姊妹，要不要接受啊？不要。谁给你按手，你也不要接受，好不好？啊！谁用的欺哄的话欺哄我们，我们也不要听。我们今天接受的是什么话？神的话，纯正真理的规模，对不对？是。真实的，是不是？嗯。真实的道理，咱们接受不是假的。那些人愿意接受假的，离他远一点。他在那里上当，好不好？啊，话都不跟他说，好不好？啊，那些人不要问他的安，也不要跟他说话，你跟他说话就与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是不是？对，传不传耶稣道理，传虚假的，这是主的话吗？不是，可按手，是吧？满地滚，那女的把那衣服拐了，不信你们，你没事你在网上搜一下，揣拐了这家，拐那家，头发不扎，就在那大街上啊。就开始跑，就疯子。一直他说这是被圣灵充满，不要害怕，这是被圣灵充满。欺不欺负人？欺负人。圣经被圣灵充满的人多的是，耶稣被圣灵充满，到旷野中间40昼夜没吃没喝，是不是？禁食40昼夜。保罗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传讲天国的道，是不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些人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语来。有一粒是可地上打滚吗？啊，衣服也不要了，叭叭把衣服一脱就耍大彪呢，是不是耍大彪？我要说耍大彪，你不懂中国话，不懂那个东北话啊，东北话耍大彪，就这彪，是不是？彪是什么？虎加虎是缺心眼的意思，东北话你真虎就是缺心眼，你真虎就是250。你真虎，虎就是什么少心眼的一个人呢，就是别人有十个心眼，还有几个？八个，或者是几个？七个，反正不全的，是不是？你说正话，他跟你说歪话，那个人就彪个鹅的，傻个鹅的，缺心眼一个，是不是？有人假如今天道义教会中间就传那些道义，你要不要信呢？不要。你要信，你跟他一个彪。你来不精，是不是？你精灵的人，是不是？他不接受那些从哪来的？从撒旦那边来的虚妄的道理。好，再看啊，是吧？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是不是想赚钱呢？是这早就圣经就预言了，就为了赚钱到处要钱呢。
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呐、是不是啊？是，这些人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了人。弟子呗，你看，咱们不能不守律法，得守啊。守了不要紧，守不住犯呗。犯了不要紧，犯了罪呢，然后咱再什么？认完罪不要紧，主子保血永远有功效嘛。你看不看着？上帝说不守律法就不犯罪，守律法就犯罪，是不是？是。他说守，守完犯，犯完认，耶稣保血永远有功效，随时随地都洗嘛。这是圣经教导的吗？不是，咱们得查一查，数一数罪呀、天天数，从小到大的，老祖宗三代的罪都得什么？数一数，查一查罪，数一数，看你犯多少罪，那你能数过来吗？这不是假的吗？是。圣经哪有有罪的人到耶稣面前数罪的了？有没有一个？没有。这是不是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了？是。而他们把这个还当成真理了，谁不照他的方法，谁就是错误的。他们基督徒不犯罪吗？你说基督徒犯不犯罪？他这么问呢？他连两个人他都不分，他连律法恩典都不分，基督徒不犯罪吗？他这么问呢？你敢说不犯罪吗？凡从神生必不犯罪，是不是？是。从神生的必保守他，他也不可能犯罪。是不是？是。他把这话都给改了，为了迎合他自己的，你查查罪，他老祖宗三代。那你说你老祖宗三代，你爷爷在哪犯罪？你怎么知道？你还没生出来，你怎么知道给老祖宗认罪呢？这是要欺哄人的。啊？你爸犯罪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你爷爷犯罪你更不知道。你叫弟兄姊妹来查老祖宗三代罪，你是不是欺负人呐？是啊。就用这种话来骗取弟兄姊妹啊！这人将来他死有余辜啊，是不是？死而无憾，他死有余辜的，死了活该，生的伟大，生的渺小，死的活该，死该死，这死一百次都没有人怜悯他，是不是？是。他就这么干嘛？就叫弟兄姊妹查一查。讲不教导，因为里边有个为了满足自己里边那个什么，就那个贪字，就在他心里，为了满足这个贪字，因为他有贪心，所以用气哄的话教，不讲不去该教导的话教导给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可不可怕？可怕。可不可怜？可怜。将来可不可悲？悲。三个可。可恨。对不对？他跑到地，他跑到教会中间去散布什么了？谣言，是不是？这是谣言呐！是。往下看。好，败坏了人的全家呀！将不该教导人的教导了，是不是？就败坏了什么？全家，人的全家，一败坏就一家呀！一败坏就一家呀！弟兄姊妹，你是罪人，是义人？义人。你是圣洁的，是污秽的？圣洁的。你是属神的，是属鬼的？属神的。对呀、就敢承认，是不是？嗯。假如有一天来着不对了，完后讲的错了，你不要那么信了，你听不听？不听。往下看，有克里特就指出一个人，往往。我一指什么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有人尴尬了，完以后你可别指了，那正学服再不好，你也不能说人正学服啊。山东有个正学服，在好在好桥住，在好桥啊，哪个好呢？这个好，就是姓好的好，他在好桥住，你知道他干什么不？他也带了一伙人。那有十多个女的，男的不要，就要女的。年老的不要，要年轻一点，是不是啊？长得不漂亮不要，要长得是好一点。干什么去？你都不知道，他把旧约里头，是吧？以利沙
可苏念夫人最后呢，伊丽莎是不是天天被苏念夫人接到家里去？苏念夫人就在那墙上给他盖一小楼，上面放一个床榻子，里面放灯台，放个椅子，是不是啊？哎，有一天苏念夫人的孩子有病了，我的头啊头啊，在地里就死了，最后抱着送给他妈妈了。这个苏念夫人回来就把他孩子放在那个伊利亚上到楼上放在伊丽莎的那个床上去了，苏念夫人就跑了。他丈夫你去哪？今天不是月色不是安心人到哪去呢？他说平安无事，走路嘎嘎嘎叫你仆人赶紧赶，赶紧赶着嘎嘎嘎嘎就完了事，我哪去呢？往加密山去找谁？找伊丽莎。等伊丽莎远远就知道他来了，就叫仆人去迎接他，问他有什么事。最后仆人基哈西就来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平安无事。他没告诉仆人是不是，直接就是直奔那个伊丽莎所在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就直接抱住伊丽莎的腿就开始就哭起来了。哭起来最后呢，他说什么？去，你差遣仆人，你去先头前去拿着杖放在海脸上，海必醒过来了。哎，仆人说走，我跟你一起去。完了，书念仆人怎么说的？今天你不去我就不走了，就在这我就抱着你的腿，你就非得你去不可。不跟着仆人走，跟谁走？现在有多少人跟仆人走不跟主走的人呢？光仰望人，不知道眼睛钉钉在主身上，不把主抓住啊！很多人没抓住主啊，就抓的人，是不是？大兄弟，你给我祷告呗！我不会祷告，就找仆人祷告，是不是？自己从来都不祷告。你有信心，你一祷告主就听，是不是啊？是。你没有信心，哪怕你软弱的基础，你愿意心里愿意靠着主，你一祷告主就听，好不好？好。好，到那地方，到那地方。伊丽莎先上楼了，上楼看孩子在那床上，就呢上在床上，嘴对嘴，鼻对鼻，眼对眼，口对口，就鼻对鼻，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的。大人那个眼睛啊，大人那个眼睛和小孩的眼睛距离一不一样？对，这两个当距离一不一样？对。那这你说口对口，手对手，还什么脚对脚，手对手的，是不是啊？就跟他比一连三次，他就拿这件事情作为什么？那怎么串灵啊？你要软弱了，我给你串串灵，专门给谁串灵？你听到？啊？谁想过来给他们？没有。我打过去。你叫给人串灵不？啊？串灵的人是给谁串的？就给那些他那教会中间那些女的串灵。你今天灵性低了吗？来上我家，我搂你一晚上，我上你身上三次，就串灵，就这样，一点都不错的。他给起个名叫什么呢？串灵。什么叫串灵？你灵不好，我给你串串，把我的灵过到你的身，眼对眼，手对手，鼻对鼻，口对口，给你串串灵，对吗？有没有圣经依据啊？伊丽莎做这件事情，意思这个孩子照着谁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今天照着主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代表那眼睛根本，大人眼睛和小孩眼睛根本不对，手也不对，大人手多大，小孩手的，那能对了吗？这是代表说我们今天属灵身份是按照主的形象造的，是不是啊？他得串上灵，这一串灵串家里打得够呛，一回家说昨天谁谁给我串灵了，怎么串的？他就把这个实话一说，说完了家里就打起来了。现在还有那么十多个人跟着他天天串灵，谁软弱了他上谁家串灵去，这样的是虚妄的话，戏哄人的话，对不对呢？对，对吗？啊，欺哄人的话，对不对？不对，在教会中间就教导这些话，对不对？对对，这就是将不当教导的去教训的人，给教会带来亏损，给弟兄姊妹带来亏损。我说那些跟从他的人也是糊涂徒，那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是不是？谁能跟从他？真正的知道他这种，马上就跑了。
就不跟他去了。以为这地方有聚会，一听说这地方有聚会，谁讲的？郑全福讲的，不去了，马上就走了，是不是啊？很多人呢就吃这回上这个当受这个骗，很多的东方闪电邪教那些各种各样邪教，就用一些虚谎的话来欺哄弟兄姊妹，他根本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把那些不当教训的去教导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受天上当。倘若能行，选民也就被什么？好了，我们一同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你面前查考你的话，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分辨是非，分辨什么是真道和假道，使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使我们每一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你的福乐。求你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持守你所传给我们纯正话语的规模，让弟兄姊妹站起来勇敢为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除去一切魔鬼的拦阻，除去撒旦一切的计谋，应允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